哥哥叫什么名字？妈妈呢？小妈妈。妈妈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黑马。妈妈叫 Grace。妈妈知道了，你瑞吗？不瑞了 ，Grace。妈妈叫 Grace。爸爸叫什么名字？鸭鸭。爸爸鸭鸭。几只鸭鸭？有几只？有几只鸭鸭？有几只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两只小鸭鸭。小鸭鸭。这个是什么颜色？嗯。这个是红色。这个红色。那这个是什么颜色？颜色。这什么颜色？这什么颜色？颜色。什么颜色？颜色。blue。蓝色。蓝色。还有这什么？红色。红色。哎妈，有没有说白日？白日什么？谢谢。爸爸教你的，对。是沙粉。嗯。沙粉。爸爸教你什么？白日依山尽。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西角桥。西角桥，好，你西角桥。你有没有爱爸爸？你妈妈爱爸爸？有没有？啊？哎妈，你爱不爱爸爸？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哎妈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喜欢 strawberry。strawberry 哦，哦。你喜不喜欢洗澡？你帮小鸭鸭洗澡吗？是不是？啊？哦。小鸭洗澡。小鸭。你喷到脸了耶！另外一只啊。妈妈叫什么名字？吃完了。妈妈叫什么名字？好棒哦！你终于记起来了。艾玛看爸爸，爸爸在哪里？艾玛，爸爸呢？小鸭鸭。小鸭鸭。你喜不喜欢小鸭鸭？喜欢。我自己洗屁屁，洗一洗哦，自己洗屁屁，洗肩膀，肩膀在哪里？肩膀啊，手背呢？手背在哪里？手背，对，啊，洗一洗哦。肚子呢？肚子要不要洗一洗？耶，肚子也要洗一洗哦。嗯，好棒，好棒。艾玛几岁？艾玛你几岁？艾玛你几岁？两岁啊，嗯，你要不要起来了？你要不要起来？不要。不要哦，你要不要起来？洗好了没？你洗好。